红紫黄绿粉。 好吧，这些都是不带亮片的吗？对呀，这些是不带亮片的，你要带亮片的也有这个。哪些颜色就是大家用的最少，就最不喜欢？我哪个都差不多，哪个都这个。对，或者是那个行。进。 就是最奇怪的组合。没有一个黑点，这种。这几件。 这五个这十个颜色穿插的正啊。对对对。这只手三个纯色，两个亮片，这只手。 那个是她老公说的，她之前应该是在那点，我有看见过她在那边上班，那个。这是这五个，那里去吧，我操。对，你也没去。那个谁不怎么太懂事。她老公你不。她老公有没有带不没带？她讲话就是说，很那个了，我们也不会多东西，让你带就是海飞他是。那个是她老公说的。她之前应该是在那点，我有看见过她在那边上班，那个。现在的做三年了。做3年了哈，我就说我记得她在那边上过班的，因为我以前经常在那边吃面。她老公挺熟一点，也还。这是这个啥？哦对，三年换了，不习惯，就是换这么频繁。那就白好了。要不忘了，就提醒我的一个色儿，一般都到底，差一点删了。但是我今天有时间，我能这么给你整，平时我忙的时候真的没时间啊。今天你来，我们不怎么太忙。没什么忙那个，真
出彩比给自己花开。很多人很壮。是。平。像你帮她老公找这找那，她应该挺感谢你的啊、哦。要找工作什么的，你不带她也要问你的，结果你一问她，她还不那啥。她就小孩子一样，心思没心，想怎么就想怎么。就是人情世故差一点喽。也挺好看的。嗯。这指甲也漂亮，好，指甲也太小。嗯。有点像那个小孩儿的。对啊。这是做成一样的，我不用太长，做一点假。假一点的。
接上去做个小方形的，这插的五颜六色也能挺漂亮的。嗯，天气好的时候看，你要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整一次漂亮的指甲。那是那个，那是粘上半个甲之类的。对啊，粘上一点点，然后整一个小漂亮的，修一个漂亮的形状。嗯，是要1900，在那边有吃有住。啊，1900也行啊，要包吃包住的。包吃包住就是他自己约什么买一点，别的也没什么。那省着房租，省这个钱就等于2000多了。省了好几百块钱。就是。拿了自由卡，马上工资肯定就交给他。他拿了自由卡，我看够呛能在那坐了吧？不会在那里坐了。就是，肯定要走。他在我表妹那里住了5年了，已经。嗯。那时候后后还没生的，他对面没有住嘛，没有住他都想回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。那边辛苦是辛苦一点的。哎呀，这餐馆哪有不辛苦的？如果拿了自由卡了，肯定会在登哈这边呢，因为两个人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。对啊。他不来，海芬都会叫他老公来这边的，都会。他老公不怎么黏他，他老黏，挺黏他老公的啊、哦。对对。就是呢，自由卡都没有，怎么买房子啊？租房子也几百块钱一个月，还那个，你买房子这个费用那个费用还大一点。女儿这回要过来，还想办重新办手续哈。对。天哪！哇，我喜欢这个颜色，这边是跟蓝色是反差极大。嗯。这女儿的政府钱嘛，她也不要，政府里有也有100来块的一个月，她就不申请也不要。这是不是还得上一层？对呀、啊，都要两层啊、嗯，所有的都要两层颜色，两层的颜色才饱满嘛、啊。嗯。哇，这个太棒了，这个组合。就是你的指甲太短了，难受。
两层颜色就不一样了。嗯，浓一点。借给他，好像说好几万人民币借给他。是。他说这里嘛，估计没钱，没钱，我说借给他。他老公还挺好的啊，对钱什么，挺那什么的，没有那么计较。够了，够了，不好又不赌又不那，最初玩一点小游戏，那个游戏那些。你这个上下不我今天到我今天不是同事，我今天是白平的啊，那你觉得好听吗？挺好。我很想管他，是管不住的。你想管不住的。他老公不是那不是那么老实的人，不是挺管的人，但是呢，他讲话我自己不做过什么过格的事儿，你也别跟我阿基阿祖是不那样的人。还有，你看他很厉害，他也管不住的，管不住他的。他一吵起来，晚上就三更半夜他就回去，我也拿他没办法，他也本来说一个星期来一次嘛，已经也挺那个，再吵再什么，哎呀，三那三更半夜十一二点他就走，人就去了。有时候两个星期没来，海飞再怎么说好话，怎么不来就不来。他这个性格也算很古怪的。他好像是怕麻烦啊、哦。对。不怎么在这边，我早上又睡不好。对女人什么的，好像不是那么特别重。我说我刚结婚三十来岁嘛，我说。那个谁还黏一点。不过这个会给他面子的，在外面会给孩子面子的。反正再怎么在外面他很厉害一样的，他在家里可能还拿这个眼睛还苦。这啥也好看。嗯。这只手的颜色组合比较少女，这种半透明的就必须得上面看看。差距挺大，你平时喜欢涂指甲吗？你看我的指甲哪有涂，自己的指甲都是乱七八糟的。涂指甲的话，你最喜欢哪种东西？什么风格？我还从来没想过这件事儿，我从来不涂。你涂从来不涂？不涂，只帮别人涂。对啊，我也没时间涂。再一个，我对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。嗯。我这个指甲整上东西，我觉得不舒服。嗯。不透气。嗯。有一点闷闷的感觉。对，是、啊。但是我要涂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好看，嗯、我喜欢这个。很经典。喜欢那种比较有气场的颜色。嗯。你觉得我先走了？
这个。阿娟，去给那个给他算一下钱多少。有时间给你整，那天不能。明天晚上没空，没事，没空。明天我还起不来呢。啊，不，你不来呀、啊？对，你就给他算一下吧。哦。哦，明天没，你没来、啊。不一定。你的脚指甲怎么样啊？脚指甲厚不厚啊？厚不厚啊？长不长啊？很厚，但是不长。也是被你剪得很短。对，就习惯的短。夏天穿凉鞋，脚上长这种纹路，是不是很好看？嗯。应该再整一双五颜色的鞋。你这黄色里面还有一点闪闪。嗯，好像是。河南人开的美甲店是定价比这种贵，贵很多，还要预约的。是，我之前去剪头发，就是先去那个咨询，他跟你聊你想要什么样的，你适合什么样，聊完以后走吧，两个星期以后再来。哎呀，去两趟。剪个头发要等两个星期，神经病。Okay. Michelle, you. Black person.